我拼命的挣扎，还是被你们一刀一刀的砍掉我的鳞片，说是我的鳞片具有一种名贵的药用，紧接着大口吃我的肉，说是珍贵的野味，因为你们的贪欲让我在地球惨遭灭绝。你们好，我是一只穿山甲，原本我可以无忧无虑的活到19岁，没事打打洞，帮助你们吃掉可恶的白蚁。不知何时开始，你们人类竟然造谣说我的鳞片非常具有药用价值，身体的肉也有大补作用。经过你们的大力炒作，我的鳞片一斤高达上万元。面对如此大的利益诱惑，你们便对我的种族展开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。短短几十年的时间，我的家族几乎到了灭绝的地步。然而你们错了，恰恰相反，我的鳞片和肉不但不具备任何药用价值，反而还携带了大量病毒和细菌，甚至还有很多寄生虫。你们把我吃了以后，反而会危害你们的健康。你们肆无忌惮地屠杀我们，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年可以帮你们消灭7000万只白蚁？假如我的种族灭绝了，白蚁泛滥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。看到这里，你们人类能不能放下你们的贵手，放我一条生路？